小梦，哎，这么早啊？是啊。Good morning. A few moments later. 还是 good 什么？Good morning. 不用你的不标准，走啊。干嘛？走啊。练车。走。走。走走走，练车去。走这边。走啊，带路啊，我呢，开车去啊，还是走路去啊？开车啊，走啊，车在那边、啊、走。你车在哪里？一会这边，一会那边，到底哪边？你车在哪里？这边。啊，走走走。冷啊冷啊冷啊！能个锤子这么大太阳。你胖啊？不胖。走了。嗯。安全带系上。扣好啊、哦。嗯，得了。行，你教练在不在哦？等一下再告诉你，去了再告诉你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出发，开始导航，200米后右转，驶入环城东路。嗯，这个给你，导航。请留意，不用导航啊。前方路段易走错，减速观察别错过。你不是去练车吗？不是这个导航，是这个导航，不是那个导航。来，给你这个导航。干嘛？什么还导航啊？嗯。我知道位置。不知道的你。30公里啊。33公里。哟，这是去哪里哦？今天不练车了，带你去个地方，走，走，跟着这个导航去就得了。30多公里。嗯。练科目三了、啊。我科目二我都没考，练科目三真的是。去就对了，来给你一个惊喜。懂怎么走了没有？1个多小时啊。开快一点，不用40分钟。走。去干嘛呢？去哪里？哎呀，去撩妹。去撩妹？嗯。锤子，你又不跟我介绍。去给你介绍，现在走。也不知道小凤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你跟着导航走就可以了。他叫你往左，你就往左；往右就往右。右转，驶入主路。嗯，往右，主路，进入主路。嗯。右转后驶入主路。很远了。不是很远啦。30多公里。靠左前方，前方在十字路口左转。前方十字路口，哪有十字路口啊？前面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？前方在十字路口左转，请走最左侧车道。按导航走吧，那给你、挂这里。开太快了，要留意路口呀。也不知道小凤要今天要去干嘛。走最左侧车道，即将左转。昨天说了要练车的，今天又变卦了。练科目三了。左转了哦。他叫你转就转、哎、这条路是去练车的呀，怎么又不动？左转一样的，转这里吧。350米处有违章拍照，请系好安全带。转对了吗？就是这样走的呀。390米后右转，进入广南线。小凤，嗯，带我来这里干嘛？逛超市啊？啊，没有啊，那边，你看那边、啊、看那边。看哪里啊？看那边呢、啊、来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看到没有？那边那个酒店啊、嗯，怎么了？等一下带你去沾沾这个喜气。你去那里吃饭啊？喝喜酒啊？喝喜酒？对。你喝喜酒带我干嘛？哎，一起嘛，带你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酒席，看下怎么样，跟你那边的，走吧。这样啊？嗯。哦。进去进去。那一会儿走吧。啊，这样。走。走。走。来。还没到齐啊？没到齐，到点了没到齐。我们两个坐一台，都没人跟我们坐一台。人还是蛮多的啊。对呀、啊，他说120多桌，他娘家那边也有好几桌吧，然后他婆家这边。那你是属于婆家的还是属于娘家的？我属于娘家的。娘家的。对，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说我第一个给你娘家打头阵，因为我来的最早。哇，这个扣肉这么厚，一个字绝。这吃完之后都不用吃饭了。那你不用吃饭，吃这个就得了。厚，吸收一点。这个菜这么厚啊。吃完席都开始打包了。
专门发的这个袋子，丰富啊，就是可以打包，吃不完的可以带走，吃饱了是吧？嗯。什么时候到你？到我？那什么时候到你？我还早得很呢。怎么样？这菜色？菜色的话，全是肉啊。对，前面都是肉，就一个青菜。那个扣肉啊，都这么厚。你还吃？吃完之后我都腻了，我都晕了。啥晕？我看你吃的这么猛。一块我都吃饱了。我们这边放90，全部都是肉，就一个青菜，放12个菜吧。12个菜。肉太多了。所以说我们这里摆一桌酒是1000多块钱，在就是说在农村办1000多，然后去到酒店啊饭店的话有2000块钱左右，烟酒一起2000块钱。哦，所以说我们这里水里的水的比较大。直到我4点半上四季，才懂得风景都不及你。我爱你就像风中那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，像太阳升了落去，不论朝夕。我爱你就像云飘，那千万里都不曾歇息，像白雪肆虐大地，茫茫无际。我爱你就像飞蛾，